这个地方太不可思议了，大自然用它那无形的力量塑造了如此奇特的景观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远方旅行，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凯里，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一座不可思议的景观，它叫香炉山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，它就像一个香炉，栩栩如生，不仅像香炉，也像一顶帽子。它的海拔高度呢是1233米，四面悬崖绝壁，有着黔阳第一山、天下第一香炉的美誉。它是苗族人的圣山，流传着众多的传说，是苗族人们缅怀英雄和憧憬幸福生活的名山。